好，现在这里热情的赞美神，阿门。不管今天你是在现场的，或是在网络的，我们要宣告我们的赞美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阿门。一起拍手来赞美他，对的，高举你的双手来赞美他。
神同在就充满得胜，神同在就充满得胜。 Amen。 今天早晨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， Amen。 让我们更多的要来经历他，经历他的能力，经历他的信实，经历他的可靠， Amen。 好不好举起你的手，更多期待他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，更多的来渴慕他。主，我们欢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唱。耶稣全世界万有之主，耶稣全世界万有之主，从起初直到末了，我心的依靠永远都是你，耶稣，耶稣。从头来唱，耶稣全世界万有之主，大声的来宣告，耶稣全世界万有之主，从起初直到末了，我心的依靠永远都是你，耶稣，耶稣，一切都不重要，世上无人能相比。耶稣，我的至全是为你，全是。
在这里献上一切给你，主啊，我们赞美。
姐妹，我不知道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，或许可能这礼拜你在压力当中，可能或许这个礼拜你从医生那里听到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，或许这个礼拜你的孩子刚出生，可能也有一些的状况你正在担忧，或是在你的家庭中你遇见不一样的状况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今天早上来到这里，只要遇见主，这一切都不重要。只要有主，这一切都没关系，因为他的供应够你用，他的医治够你用，他的丰富够你用，他的恩典够你用。当我们找到主，这一切就够了。弟兄姐妹，但今早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你所唱的歌声，你所献上的敬拜，对主来说，这一切也就够了。他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那个代价，就是希望今天听见你对他的赞美。今天在这里把你的心献给他，我们先放下我们周遭所有这些会让我们烦心的事物，今早在这里专心的敬拜他，遇见他，生命就可以解决。今早你的生命要因为遇见他能够有出路。Amen。 所以我们再一次来敬拜的时候，你就是尽情的开口，不要被旁边的人影响，专注在他的面前，一切都不重要。大声的来敬拜他，世上无人能相比。他正在你的身旁听着你唱，耶稣我的翅膀，我的生命与你环绕。耶稣你更大声的来唱，重要，世上无人能像你。耶稣我的翅膀，我的生命与你环绕。耶稣你在我生命最重要，把它唱出来，在我生命最重要。对着主来说，在我生命最重要。再继续对他唱，在我生命最重要。主啊，你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，在我心最重要。拍手把荣耀归给他。 Amen。 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才是我们生命的重心，你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。主啊，今早我们在这里赞美你，拍手把荣耀归给他。 Amen。 Amen。 赞美耶稣， Hallelujah。 弟兄姐妹，有主你的生命就是得胜的。 Amen。 有主你的生命就是健康的。 Amen。 有主你的生命就是丰富的。 Amen。 所以今早主在我们当中。 Amen。 Amen。 所以你今天敬拜之后，你要带一个得胜的态度。 Amen。 等一下听完牧师讲话之后，你要带一个得胜的态度。 Amen。 Amen。 所以呢，坐下之前跟你左右两边讲，我是一个得胜的人，我是一个得胜的人。 Amen。
们弟兄姐妹请坐。Come on，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？Come on，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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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， 我们来赞美他。Hallelujah。普天下，普天下，当山耶和华欢呼，你和大乐你是否耶和华？当来向他歌唱。赞美敬拜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开始赞美，我们把一些东西给丢掉，我们把我们的 title 给丢掉，我们就说我不是 CEO， 我不是老板，我也不是员工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不是律师，今天我是他的孩子。对，所以我真的要说，因为我一直很感动哈，你知道每次小薇他就会跟着我们讲，小薇是我们的鼓手，他就说我真的想要来服侍神，我很想，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他要服侍，他要服侍，他要服侍。那我一直担心他很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薇他是一个职业的鼓手，如果你看到他的脸，你应该最近一直有看到他的宣传，因为他以前他的乐团叫做苏打绿，现在他的乐团叫做鱼丁戏，他是他们的团长，但是他还是挪出这个的时间，就说我要来服侍神，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他的。哎，所以 come on， come on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，来向他歌唱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他所做的，你开始述说他的作为，你就开始一直的述说，一直述说，你就发现到里头就会越来越欢喜快乐的。所以好不好，数到三还是三声主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耶稣，我谢谢你的良善，我谢谢你的看顾，我谢谢你的保护，你是山寨，你是磐石，你是我们的惊喜，你是我们的得胜，你是我们的供应，你是我们的安慰。谢谢你赞美耶稣，哦，主我拉达嘎拉巴拉达嘎拉德，赞美耶稣，主嘎拉巴拉达嘎拉巴拉德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
我跟你们讲，每一次当我说给他圣灵呼喊的时候，我在对我自己说，因为我就在想我即将要胜利的事情，你懂吗？因为对我来说是即将要胜利，但是对神，他是创始与结束的神 Alpha Omega， 对他来讲我已经得胜了。阿们，你懂吗？所以我每一次说我要给神胜利的呼喊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知道虽然我现在觉得我还没有得胜，但是在神那边我已经得胜了。 Amen。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每次的呼喊的大声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得到了。 Amen。 我知道，因为已经得到了。 Amen。 所以我的呼喊是因为我已经得到了。 Amen。 所以要再一次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会这个的，这个的真理，你们就会开始经历要突破了。当你了解这个真理，就会有这个的突破。所以再一次给上帝那一个胜利的呼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吧。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真的打鼓好像在小巨蛋的感觉耶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你们需要带到，可以到前面来，会有人为你们带到。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